冇錯啦，大家等咗咁耐就係等緊呢一個人啦。啱啱佢就喺香港出世啦，係最炙手可熱嘅歌手同埋主持人啦。今日咧，我哋咧將會咧同佢咧一齊見證住一個話不得了啊，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啊！就係咧佢嘅全球首尊嘅立像揭幕啊！相信咧所有人咧已經等到嘅都長埋啦。咁而家咧，不如咧我哋用最熱情嘅掌聲去請佢出嚟，好唔好啊？我就覺得不夠熱情啊，可以再熱情一點嘛。呢邊咧，我哋香港嘅粉絲咧，俾啲聲音得唔得？咁一陣間咧，我數三聲咧，大家就不如一齊啦，大聲啲嗌佢出嚟啦，好唔好？好唔好 ？OK， 嗱一下就 OK， 得唔得？好了，我們一起喊出他的名字，歡迎他出場。我們有請王嘉爾。Hi， 大家好，我是王嘉爾 Jackson。好多謝今天所有朋友到場，多謝曬，多謝曬，謝謝你們，謝謝。能夠感受到他們的熱情，非常熱情，是不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thank you，thank you。今日所有媒體朋友，多謝曬你們今日到場，多謝。嗱，首先啊，真係要同一班嘅粉絲，佢哋等咗你好耐啦。咁你有咩説話同大家講下咁樣先？我覺得我同佢哋嘅説話，你哋聽唔聽得明？我覺得我哋之間就唔好咁官方，我哋全部私底下明白住大家嘅心意啊，唔使喺咁官方嘅場合。但係都想聽嘅話，我就講。首先啊，謝謝，想聽下大家，多謝你哋，謝謝。Jackie。今次咧即係特登啦，即係受邀啦，就咁翻嚟香港啦，咁就即係呢個嘅到新歡迎嘅帳館啦。嗰個感受係點？相信一定係非常之深刻。即係用唔到字去解釋，去表達。即係由細到大去過南帳館，去過好多次，之後冇諗過有一日可以自己嘅南帳可以喺個博物館度出現。即係係一個我人生嘅好難忘嘅一個。時刻係嚇，聽聞好似係九歲嘅時候已經同屋企人咧就嚟立像館噶啦。係啊，佢哋帶我去之後睇，係咯。即係嗰時咧，你見到咁多嗰啲即係名人咧，嗰啲立像咧，嗰時嗰個感覺係點樣？嗰時嘅感覺就係我冇可能，冇可能有一日成為嘅，但係係咯，我人生嘅其中一個最大一個夢想就係可以入Madame Tussauds。咁即係其實呢一個咧，係咪即係都算係咧完咗你五大夢想之一㗎啦？真係一個 check mark 已經 check 咗啦，係真係達到咗一個啦已經。大家知唔知道佢嘉爾個五大夢想係咩？大家都知道㗎，係咪？咁你邊都知㗎嘛，係嘛？咁其實即係對於音樂啦，即係嘉爾啲嘢嘅，即係特別嘅抱負啊、夢想咁樣。而家雖然人哋問我成日話你幾時休息啊？你好辛苦啊！但我自己覺得我日日做緊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呢個係我每一日熱愛嘅嘢，我就唔會覺得辛苦嘅。就算辛苦，都係一個好幸福嘅辛苦。呢個就係我自己嘅態度。就嘉爾剛剛就說，他雖然就現在每天工作，雖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幸福的辛苦，是享受我自己的。對，非常棒。咁其實咧，原來咧，啱聽阿嘉爾講啦，其實咧，嘉爾咧同呢個香港道山觀塘場館咧，其實喺細細個嘅時候已經結下個緣分㗎啦。今日咁大日子，不如咧，我哋都邀請啦我哋嘅香港道山觀塘場館嘅總經理 Jenny 上台，好唔好咧 ？Jenny， 我哋有請 Jenny。好，我講過呢啲先啦。好，我哋有請 Jenny， 因為咧 ，Jenny 咧就為我哋咧送上一份咧好特別嘅紀念品一份禮物啊，俾我哋嘅王嘉爾嘅。係啦，影張相先。好，嘉爾你接麥我啊。好，小心。好啦，不如咧，我哋而家先統一個視線啦 ，Jenny 同埋嘉爾，我哋一齊望佢右手邊先。我哋統一視線望佢右手邊。我先看右手邊。好，我們要保證每一位攝影師都能拍到好照片啦。
好，然后就中间，我哋望一望中间嘅摄影师镜头啊。系啦，我哋咧嗰度有个蓝色相机带嗰位就系我哋嘅大会摄影啊。好 ，Jason 望一张，唔该。好，我哋望一望中间嘅。好，我们继续中间，看着中间，可以都看着你一部相机。好，然后就左手边，我哋一齐同一视线啦，望向左手边呢度嘅摄影师镜头噶。呢边啦，唔该 ，Jason。好，接埋，接埋。好，最后嚟一次中间好嘛？好，我哋中间再望一次嘅。好，中间呢度唔该。咁呢份咧係一個非常之有紀念意義嘅禮物啦，就係、是、特別定制嘅手稿啊！咁希望咧呢份嘅特別禮物啦，可以紀念咧黃嘉怡同埋香港道山夫人蠟像館嘅美好合作嘅、啊。黃嘉怡呢份咁特別嘅禮物，你打算點樣珍而重之咧？呢、這個禮物啊，係啦，俾我爸媽，俾我爸媽。嚇、yeah. 啊，咁啊揾個靚嘅位置擺呢個啦，一定啊，擺阿爸間房。好 ，OK， 好，係。好啦，咁跟住而家不如啦，我哋咧。就咧，即將咧進行一個非常之嚟嘅咯喎，隆重嘅，係咪？好嘛，好嘛，係咪先？係啦，嗱，咁啊，即將進行呢個咧，我哋叫做圓夢時刻啊，就圓咗阿嘉怡一個五大夢想之一重要時刻，我哋就終於有時刻圓夢嘅呢個時刻，真係一生人嘅呢個時刻。係啦，大家嘅相機、攝影機全部都準備好啦，係咪？咁一陣間咧 ，Jenny 啦，同埋嘉怡啦，一陣間咧，我哋咧數三聲咧，係啦。嗱，而家冇放落先，一陣間數三聲咧，我哋就一齊放一首喺呢度。係，之後用感應到之後就係啦，佢就會有個自動感應系統，跟住咧成個成個陣係，你就見到驚喜嘅 surprise， 得唔得？好，好，咁啊，大家準備好未 ？Let's go， 幾點歡呼聲？好 ，OK， 我哋數一齊數三聲，我哋三、二、一。就請 Jenny 啦，同埋嘉怡啦，我哋一齊咧影翻張合照先好唔好？我們先嚟張合照，有請 Jenny。咁啊，唔使講啦，一班嘅 Jackie 啦，你哋一定知道咧，而家咧呢個手勢係咩叫師噶啦？哇，犀利喎，果然厲害啊！好啦，我哋都係啦，望望中間先，我們同一時先看住中間。中间，好中间，好，之后再来右手边，我哋望向右手边嘅，好，最后就是左手边，最后嚟到最中间，唔该，好啲唔该，好嚟到最中间，唔该，好，最后望一次中间嘅。哇！你哋班 Jackie 啊，個攝影機係冇停過㗎，係咁影啊。OK， 得唔得？好啦，今日咧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啦。其實咧，自從上年開始啊，嘉怡啊，就正式咧被香港旅遊發展局啦，就委任為香港旅遊區廣官㗎。而家不如咧，我哋都有請香港旅遊發展局嘅副總幹事嚴正德女士 Becky 上台同 Jenny 同埋嘉怡，同埋一咁有型嘅立場一齊嚟一張合照，我哋有請 Becky。好啦，不如我哋一齊咧同立場同埋嘉怡一齊影張靚相好嗎？Go！OK、okay. 好，我哋先望一望向中間嘅攝影師鏡頭。好，中間。Please look to the center。OK， 跟住我哋望向右手邊。Look to the right hand side。好，跟住到左手邊嘅，再望一望左手邊。
好，最後望一次中間啦，我哋望側上啲得唔得？咁啊，我哋望一望藍色相機帶，各位攝影師啊，大會攝影師，攞手機望一次。好，呢邊望左邊望相機嗰張，不如望左邊好嘛？係啦，左邊嗰張。OK， 好，我哋唔該曬。咁啊，再一次感謝 Jenny 同埋 Becky， 咁兩位咧可以先到台下休息一陣噶。Jason， 先一啖，再多啖佢啦。哇！呢張相真係得不得了啊！粉絲們 ，Jackie 們，係咪好想做個蠟像啊？加二，兩個，喺嗰邊係啦，喺嗰邊。第二，好多人想俾你同個蠟像食食。正常嘅一個，正常嘅。做翻個手勢。有冇人想做個立像啊？做翻個手勢。你成好似呢邊相啲喎，呢邊想唔想啊？啊！陣間有機會啊，我哋聽。好住啊，嚟多個，唔該，中間。前面低啲，低啲啊！手機低低唔該啊，好前邊。哇！手機低啲啊！大家都影到人啦。低一低啊！係啦，我哋咧為咗保證咧，後面嘅攝影師影到咧前排咧，可能嗰個鏡頭得低少少。好，嘉怡，哇！首先就要問你啦，要問一下，就是看到這個蠟像，係感覺是怎樣？我覺得真的是我人生的很重要的一瞬間嘛，真的是我的夢想，達到了，然後也非常感謝跟我一起，從一開始聽到現在的所有愛我、支持我的朋友們，謝謝你，謝謝所有。啊，其實你自己覺得似唔似咧？我話覺得似啊，我真係100% 似啊！我滿動啊，你明唔明啊？我從特尋日兩日前見到嗰時係完係一開始唔敢摸啊，係太似，我以為望緊自己，原來人哋睇我係咁樣嘅感覺，即係咁樣，即係點樣？即真係好似望緊自己咁樣咯，即係係咯。我見佢啲頭髮啦，所有嘢都係一樣。你明唔明啊？detail 到咧，細緻到咧，係我面嗰度有粒物嘅，係即係呢度都有粒物，係完全係一模一樣。我都完全一模一樣喎，真係。其實咧，諗翻成個嗰部劇製作過程咧，係咪都係非常之難忘咧？我真係要好感謝啊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 making this figure. It's perfect. Thank you. 佢係成個過程係好專業嘅。之後就係咯，啱啱講到個物啦，係同埋由頭到尾量度，我因為已經有250年嘅歷史啦，係冇錯，咁所以係所有嘢都係一模一樣，係所以我就好 surprise。那家也是非常感谢，就是杜莎夫人整个团队，因为他们在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的注重，非常的专业的，完全一模一样，真的。你们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机会去参观那个蜡像馆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碰一下，啊，对，真的是一模一样。但是我聽說呢，在整個那個過程呢，只是度身已經用了很長時間了，是不是？已經用了7-8個小時了。有那麼長時間了，應該是有7-8個小時，但很專業，是專業的。嘉義自己都非常敬業，你是不是那七八個小時完全沒有吃東西，就是被工作人員去盡情去量度你了？你是不是想聽老實說話？是，其實是有吃東西的。講老實係真係有食嘢，中間都要休息噶嘛，但係工作人員所有人都要休息噶嘛，五分鐘咁唞下咯。咁啊，我講話7-8個小時唔休息，你都唔信啦，係咪？我唔信嘅。有翻耳啊？係聽得懂嗎？係咁啊，相信咧，其實嘉義咧自己咧對於立場咧都係非常之咁滿意啦，亦都證明咧工作人員咧同埋嘉義啦喺度身個準備工作咧係非常之值得噶。係。咁啊，嘉怡，如果咧要你咧，而家咧邀請世界各地嘅粉絲啦，就嚟到香港，去到我哋嘅杜莎夫人蠟像館，同你嘅專屬嘅蠟像影張相，你會點樣同佢哋去講去宣傳咧？首先你見到我蠟像，如果你揾到我蠟像嘅話，即係你行佢嘅右手邊，之後一齊擺呢個手勢，一齊影相。明白啦？如果你在蠟像館裡面你看到找到我的話，然後你就
走到他的右手边，然后做出一个同样的手势，然后拍照。别什么亲一下什么，别专业一点 ，OK， 我们酷一点 ，OK， 我酷一点。系啦，嗱，呢个手势咧真系不得不提啊！呢、这个咁特别嘅 pose， 真系我相信在场所有人都知道噶啦。系呢、这个 pose， 呢、这个 pose 系 team win， 咁 team win 系我自己做嘅一个，唔单止系一个label， 又唔单止系一个牌子，系一个我会自己觉得系一种态度，对人生嘅态度，一种感觉同埋一种 vision， 系追求自己中意嘅嘢，追求自己爱嘅嘢，同埋。奮鬥到底，保持嗰、那個熱情咯。係咁，呢個時候不如都請阿嘉怡啦，可唔可以還原一下呢個天光呢個手勢，即係同個蠟像一齊影翻張相，我哋一模一樣嘅。好，好唔好？靠呢邊就你靠呢邊，兩邊都好，我哋兩邊都做好嘛。係啦，我哋咧而家請阿嘉怡啦，幫我哋咧就還原呢個天光呢個嘅手勢嘅。哇，完全一模一樣。好，我哋咧就先。望向中間啊！好，中間係啦。OK， 跟住就到右手邊。咦？呢個男同事喐嘅。好，右手邊之後，我們來到好，先右手邊。好，左手邊。好。繼續左手邊啊，嘉怡啊，有啲粉絲咧喺左手邊咧，遠處啲粉絲咧，想你望過去。OK， 好，唔該曬。好啦，跟住咧，其實咧，我相信咧，一班嘅粉絲咧都好想體驗下同阿嘉怡個立像影相係咩感覺啊？係咪？有冇想上嚟？好啦，我哋咧喺阿嘉怡示范完之后咧，不如咧我哋就请四位粉丝咧一齐上台啦，好唔好？我哋咧一齐咧模仿下啦呢个嘅天威嘅手势咧，睇下边一个最似啦。不如咧我哋有请咧几位粉丝上台嘅，系啦，来吧。好啦，几位而家咧可以上嚟台上面啦，不如咧请到台上四个，好。好啦，咁啊四位粉絲啦，就而家啦，可以嚟到呢邊啦。係啦，咁啊嘉怡，我哋即將就請四位粉絲啦，四位 Jackie 啦，就做翻呢個手勢。係，麻煩你做個評判好冇？好啊，啱啱評審可以嘛？第一個先。好，咁我係睇曬之後再做一個。我一次過啦。OK， 一次過。你可能喺呢度等睇望一望先啦。好，我喺呢度，我喺呢度望。係啦，咁準備好了沒有？我們一起。就是做这个金冠这个手势，就模仿这个拉箱。咁啊，嘉怡睇下边一个最似，然后你就如果四个都好似咧，咁你睇下咯。大家准备好未？嚟一次先，影张相先，我哋不如嘛。好啊，咁佢哋四个系啦。好，边个最似咧？嘉怡，我觉得四个都似。咁似嘅话，咁会有啲咩？犀利啊！系咪啊？就系同你影相。咁四个一齐嚟啊！啊嚟啦，喂，好啊！既然四个都咁似，咁不如我一齐影张相咯，好唔好啊？咁啊，喂！呢、這個時候我要分一分組啊，不如咧，我哋請兩位粉絲喺中間呢度啦，呢度有兩位粉絲喺呢度。好啦，咁而家就喺另一邊，就喺係啦，嘉怡隔離。係啊，哇！哇！呢、這個激情真係不得了啊！好，咁呢個時候咧，不如咧，我哋有請四位粉絲啦，四位 Jackie 啊，咁啊，同埋啊。嘉怡同埋立場咧，一齊影翻張靚相啊！我記住擺翻個 team win 嘅手勢啊！好，我哋咧不如咧，大家一齊同一時先望向中間嘅攝影師鏡頭。好，我們看一下中間。中間之後是右手邊，我哋望向右手邊嘅，一齊望向右手邊啦。好，跟住嚟到左手邊。大家相信都可以學到呢個手勢嘅精髓啊！個個咧都可以有嘉怡嗰種嘅態度，嗰種嘅精髓。好，再嚟中間，唔該。好，我哋再望一次中間啊！好，睇一下中間。唔該。OK， 唔該曬四位。哇！太福利啦！福利嘅時間到啦！
幾位咁串書，你哋唔捨得走，今日咧都請你哋到台休息一陣先好嘛？可以先到台休息啦，嗰邊。哇，嘉怡，關支麥嚟先。OK 啊，嗰啲汗係會完嘅，熱情啊，冇錯。你個立像都整到我好熱啊，而家。咁其實咧，我知道咧，其實成個立像館咧，佢哋喺年底咧就會有個音樂嘅領域係咪？係翻新全新嘅一個音樂領域。咁其實係有一個除咗個立像啦，仲有一個 AR 嘅，係咁就可以同嚟睇我立像嘅朋友可以有一個互動嘅。咁大家希望到場嘅話都可以互動一下。啊、除了 AR 之外，仲有一個 hologram 一個全息投影技術嘅投影，可以睇個立像嘅觀眾都可以互動嘅，直情可以喺個畫面裏面出現。啊、大家識唔識跳 Papillon 啊？其實 Papillon 係冇舞蹈啊，係啦，但係其實咁都係可以透過嗰個嘅全息投影嗰個 hologram 嘅技術咧，就同阿嘉怡。個 hologram 你嗰四年拍嘅，係四年拍可以一齊影相同埋一齊，總之參與喺成個表演裏面啊，仲可以一齊跳舞嘅。係，我講翻個另外啦，其實咧，嘉怡而家嚟緊咧，嗰個音樂計劃係啲咩？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有九月我會有兩個單曲，九月我會有兩首單曲。之後十月中咧，就應該我人生第一個線上嘅專輯就會出啦。九月中的時候，我人生第一個線上的一個專輯就會發出來。然後那兩個單曲也是在專輯裡面的，所以大家有時間的話聽一下。今次呢個專輯都係我由頭到尾都係。設計嗰個 cover art 嗰個封面專輯封面都係我自己畫嘅，之後就裏面每一首歌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事，但係八首歌加埋都會有係成個故事，你可以睇到好清楚，係每一個細節都會做到為我都盡力咗嘅。大家期唔期待？咁多位 Jackie 期唔期待？知得嘛？好啦，今日咧既然咧有咁多粉絲啦，咁多個 Jackie 啦嚟到咧，即係支持你咧。今不如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唔好咧？好啊！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就請阿嘉怡咧，就同大家咁多位嘅 Jackie 啦，影張嘅 selfie 啦。不如咧，我哋先喺呢一邊影張 selfie 好唔好？好。咁啊，嘉怡，你個麥我啦。唔該啊。今日到場之前，好多謝你哋，好唔好意思啊？你俾翻我。一二三 ，yeah。Thank you， 多謝曬你。唔該曬咁多位。好啦，咁啊，真係今日非常之多謝嘉怡啦嚟到呢度啦。咁不如我哋同你嘅立像影多次相，影多次。係啦，可唔可以同你今次一齊？喂，好喎 ，OK 喎。你唔參與一齊，一齊做。我出嚟請住手啊嘛。係好。我哋走，攞住麥，唔使做手勢。OK 好。右手。我好專業啊，嘉怡。得 OK， 得一齊一樣。Q 卡都俾佢攞。好。嗱，左邊，之後好忙啊你，左邊，放低個麥，係啊，中間，放低個麥，好啦，咁我呢個時候咧，請阿嘉怡上陣啦，好唔好？唔該曬，嘉怡 ，thank you， 謝謝 Jerry。Tonight let's make history， 我們再。